欢迎来到王一博 News Center 频道，请订阅频道，大家不要错过当天王一博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在全球时尚界最具影响力的舞台上，中国当红明星王一博凭借其独特的时尚触觉与广泛的国际影响力，在2024年秋冬巴黎时装周上再创佳绩，不仅成为全球媒体关注的焦点，更是凭借与法国高端运动时尚品牌 Lacoste 的合作，再次印证了他在商业领域的巨大认可度。此次巴黎之行对于王一博而言可谓星光熠熠，甫一落地，他便在时尚圈内掀起了一场热烈讨论的旋风。这位年轻偶像在机场亮相时就直接被品牌方接走，在时装周的秀场上以一身简约而极具设计感的 Lacoste 2024秋冬秀款服饰吸引了无数目光，完美演绎了品牌的运动风尚与高级质感。正是这次惊艳的机场造型为他赢得了 Lacoste 全球代言人的桂冠，这是对王一博个人形象、时尚品味以及市场号召力的高度肯定。与此同时，王一博早已与法国百年奢侈品牌香奈儿建立了紧密合作关系。作为该品牌的重要合作伙伴，他的每一次公开亮相都犹如一场华丽的艺术展示。从2023年的金发造型震撼香奈儿超级秀场，到如今手握香奈儿合约再度踏上巴黎之旅，王一博以其独特魅力和不可复制的时尚表达方式持续引领着潮流走向。两大法国知名品牌代表着奢华与经典的香奈儿，以及象征活力与创新的 Lacoste， 携手王一博共同描绘了一幅跨越传统与现代、融合优雅与活力的时尚画卷。这一前所未有的合作格局，不仅彰显了王一博在国际时尚舞台上的核心地位，也凸显了他作为一个跨领域全能艺人，在全球市场中的强大商业价值。巴黎时装周期间，王一博穿梭于各大秀场，无论是身着 Lacoste 的新潮运动装扮，还是驾驭香奈儿的高定华服，都能游刃有余地诠释出每一套服装的灵魂所在。他的每一次出场，无论是与熟人卡洛琳姐姐温馨互动时的羞涩红耳，还是在镁光灯下坚定而优雅的步伐，都让世界看到了一个立体多元且充满无限可能的王一博。王一博在2024年巴黎时装周的表现，无疑为其事业版图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左手握有香奈儿，右手牵手 Lacoste， 这样的豪华阵容不仅体现了他在时尚界的顶级待遇，更预示着他将在未来继续以时尚领航者的姿态，不断拓展跨界合作边界，持续刷新个人与品牌在中国乃至全球市场的影响力记录。王一博真的很擅长打黑子们的脸，看到能在巴黎时装周上大杀四方的王一博，有多少对他的污蔑都不攻而破。通过这样一次堪称典范的商业合作案例，王一博成功塑造了一个极艺术性、商业性和国际视野于一体的当代娱乐巨星形象，进一步巩固了他在内娱之光的地位，并为后续更多期待与挑战注入了强大的动力与信心。感谢您观看影片，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